狼狐。主子知道郡主喜欢玩投狼狐，就命在下去弄了一个。莫萧弄的这个可是派人特意定做的。殿下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上面还有狼崽和星儿呢。莫萧，是你擅作主张吗？做得非常好。主子称赞我了。要不然这样，我们先玩一局，怎么样？嗯？跟主子吗？不然呢？就如郡主所言，咱们玩一局吧，不分大小。好啊！实不相瞒，哎，在下可是一等一的高手啊！数了一下，国王已经出局，其他人的分数不分轩轾。现在呢，要比出一个最高分，最后一剑，输的人要被最高分弹额头。弹额头？对啊。就像这样。弹额头好啊。好。文言，你先来。哎呀，快快快快快，来来来，去呀、啊！来嘛，我向你让一下，来。哎，失手，失手，哎，去去去去去去，海蝶，海蝶，加油，对准一点。对，哎，就那。嘿，哎，太难了。莫萧，加油。哇！莫萧胜出，哎，你来弹伯王的额头，干嘛呀？我赢了。这，我操！主子，游戏规则愿赌服输。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嘛！输得起啊！哎，等会儿，马静呢？哦，一早知道郡主要整理花圃。所以他去集市上买些花盆。他应该也快回来了，我要给他一个惊喜，不能让他先看到渤王府的模样。你们先玩，我去外面等他。快去快回啊！输的要弹额头啊！哎，去吧去吧去吧。渤王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主子，是你刚才自己说玩投篮壶不分大小的。来，我们单挑。海蝶，百狐。待会儿马静回来，我要怎么做呢？把他的眼睛蒙起来好了。就这样。姚姬大夫，姚姬参见郡主。姚姬刚奉命接掌了太卜宫，特来拜访伯王。你来得正好，你一定没有见过这样的伯王府，里面请。伯王殿下不喜欢花草，本来呢，我只是想说服他种点我喜欢的女罗草，没想到他一口气给整个伯王府都换了个样子。
姚姬大夫，这跟你曾经认识的博王是不是很不一样？不过是些花花草草，也不代表什么。我带你看个更热闹的。住！哇！终于进了，终于进了！骄兵必败，你这活该！抬脑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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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杀手也太狠了！来，继续。姚姬大夫，忙起来。你说，博王殿下是不是真的变了？看我的啊！你等着啊！你等着，这次肯定进。国王真是好性子。国王殿下与姚姬不是旧识吗？两人见面为何不打声招呼啊？何止是博王，文眼、海蝶、墨香，我们都熟得很呢。姚姬刚刚接掌太卜宫，特地前来拜会参见博王。殿下，你怎么不理人啊？难道是因为以前的那点小恩怨，你该不会还记仇吧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也没说什么呀，他就说你们因为争夺夜煞之首而闹得不愉快，虽然说是有那么点小恩怨，不过如今化解了，也就无妨了。郡主说的对，我与博王之间何来化解不了的恩怨呢？更何况我还曾费心费力地替郡主治过旧疾。本王甚忙，不知姚姬大人前来有何要事？今年的朱镇宴由姚姬主祭，一年前博王主祭后威名大振，博王妃理应略知一二，故姚姬特领皇命，由请马郡主随我一同前去参与。马郡主，请随我去吧。现在啊？请。哦。